我就想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这个纯业余的接反手长球接不住。嗯嗯。就是怎么接？您是左手？哎，我是右手。右手直板是吧？反手横打。啊，对。啊，反手横打，我先看看。看一下。您啊。首先接长球的时候，你的站位啊，首先接长球的时候，你的站位一定要稍微的啊出来一点啊。但是你会想到，哎，如果我出来以后我短了怎么办？是吧？你的短的注意力可以往前放点，但是我的位置拉出来，明白了吗？就是我在这个位置，但我注意力可以往短的里面放。一看不是短的，那就是长的，长的长的，但是我有位置。然后呢，我顺势再往后引拍儿。然后再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你在接球的时候手腕太松，所以控制不住球，多用自己的胯这块前臂带着往前走，手腕只是在击球那一瞬间给他一点劲儿，并不是说整个过程都是这么松。你看这下你就控制不好球了，就要击球那一下，他主要靠你的前臂来带，靠自己的核心来把自己的整个的力量锁住往前送就行。对，谢谢谢谢。对，再往前一点。好，对呀、啊。哎，好一点。你看，现在手腕就固定一点，手腕不能瞎用，手腕只是在击球那一瞬间，给那么一点点，所有的力量就那么一点点去产生出来。对，手再一个敢引拍，前臂往回收，顺势往前迎了球出去啊。对，再往前一点。好，对，再往回收。对，大胆往回收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您这个还是要注意往回收，要不然这个地方使不上劲儿。